超大的神猪摆在七股龙山宫的广场上，重量超过1000斤，背上还有特等的字样。民众围观拍照，这么大只猪实在很罕见，超巨大，很厉害。哦、第一次看、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很神奇。另外一边，这座虔城城墙上粘贴的千元大钞都是真钞，一共有35万。我看完这个，为什么？虽然只有我，但是还有十几只监视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，有35万真钱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。全部旁边都是义警义消。暌违47年，七股龙山宫再度建教，庙方斥资千万，除了千金神珠、35万的虔诚之外，还有一整条的鳄鱼。另外，这个水池里有活跳跳的龙虾，而这一艘王船，船身和船帆贴了1200片的鱿鱼。这条总共要4000多，将近4万，面汤啊，吃了会欢喜。啊，保庇咱这个村民，把咱这个当然平安顺遂，后边出了个江顺。七股龙山宫已经有177年历史，祭拜的是慈父千岁。从1933年建庙以来，这是第三次建教，过去都有安排抢孤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上次抢孤已经是47年前，这次请来了36队选手争抢冠军。个人赛第一名只用了不到21秒的时间。这一次建教过程也有波折。上个月小犬台风来袭，把4层楼高的牌楼吹垮，幸好及时修复，5号才能顺利的普渡开箱，大拜拜百年历史老庙建教。从丰盛的祭品当中可以看得出有多盛大和隆重。三立新闻王少友、何善凤台南报道。